不要跑，不要跑！这是沙漠吗？哎呀，我在沙漠啊！啊，这里怎么可能会有车？为什么沙漠里会有车？妹妹你在笑什么啊？妈妈不到，去妈妈旁边，快点，三、二，好。哎，这也可以啊、哦。再试，再试啊、哦。小湖正常，三、二。啊！那个十二点四十三点才能进房。好。哦，妹妹，这是100分，小虎，你被挡到了。跟我们一起龙卷风！来来来，快点！你们两个，爸爸问你哦，快点，快点，爸爸问你们，武林农场哪里最好玩？房间。房间，你呢？房间。第二名呢？第二名。对。你不要讲啊，第二名呢？喂天鹅。哦。那以后我们房间里面养只天鹅就好，就不用来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好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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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爸，妈妈，嗯，爸爸可以进房吗？谁要跟我进房的都可以哦。我说可以进房都没了。三点啊？你们一上车就问说到了没有？到
来这边就说哪时候进房。再次，飞了，知道了。三，二，好。你们怎么样？先看膝盖。会不会痛？不会。好，走吧。那不要，命中注定不能踩爸爸的头。那还没有要踩我的头的，快点，往那走开。踩身体。踩头了？哎，不对，踩妹妹，你踩哪里？妹妹，你拿的是什么？猫尾草，我想叫它毛毛。毛毛猫，猫猫猫猫猫猫。妈妈，等一下回家喝水哦。嗯。你有没有带你的水？